斗罗最佳演技奖六大提名，获奖者到底是谁呢？第六名小五，支持请扣六。小五，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我当时运气好，碰到了一只受伤的魂兽，就吸收了他的魂环。啊，真的吗，小五？当然是真的。哇，小五你运气那么好，下回再杀魂兽我就跟着你了。第五名小奥，支持请扣五。赶了一天的路，我的腿都酸了。哥，你给我揉揉腿好不好？好，在这里。嗯，就在这里吧，蓉蓉和竹青都睡了。第四名唐三，支持请扣四。第三名千仞雪，支持请扣三。这位就是当今天斗帝国的太子雪清河殿下。原来是太子殿下，唐三有礼了。如果不是宁叔叔告诉我，我很难相信你居然这么年轻。你要是不嫌弃，就叫我一声雪大哥吧，太子二字不提也罢。第二名雪崩，支持请扣二。哎呀，混蛋，给我杀了他！可恶，这个雪崩还是一如既往的嚣张跋扈。不想死就不要动手。不对，雪崩就算再横行霸道，怎么说也是个魂师，也该知道我的等级高得太多。这种情况下还执意向我出手，他就这么死心了，怪不会帮他，还是他是故意。获奖者菊花关，支持请扣一。小姑娘，把你的相思断肠红给我看看。我们相爱的季节，就算海水枯，就算石头也枯了，我的心也不会再感谢你。是我不该冒犯您的高贵。